哎、欸，不要不要，拜托，你在那边耍游戏啊？帮我吹，不要不要，情人节不要跟我讲这种话，什么啊？你们应该不介意我开始之前先吃个香蕉吧，请大家不要带着有色的言论在听我讲这件事情。我要截图，截什么图啦？吃焦土哦，不介意可以摸吗？不行。为什么看你要吃香蕉？因为我肚子饿。十点会有客人来，就是我们今晚谁来做客？安安，你有声音吗？有，我有声音。一上线我就看到北村霸托我妹那个飞泪的造型，要不要脸啊？那我只好说霸托瑶瑶，赶快选个造型。那我只好把好友全砍。好累哥，我的手机怎么中毒了是吧？哎，情人节你知道了，就该。然后难怪会中毒。什么？哎、欸，今天有个东西是免费的、欸。什么东西是免费的？一个 P 开头 B 结尾的。你直说吧。不好啦，这个东西还没12点，不好讲啊。可以陪你度过情人节。不方便，不方便，不方便。我们爬排位、啊。他们吃不了，对不对？你有办法让他们吃不了吗？好像没办法。有没有？快走快走，你不要冲动，你会死。危险！其实你知道吗？我的动作就是，哎，你会死，你会死，然后跑得比你还远。我没有想保你的意思。去你的！还好！帮你挡了啦，叫什么叫呢？要死啦！就干呢。哎，很恐怖呢。哇！完蛋！他是不是狗啊？我打他，干嘛啦？耍猴戏啊！奎伦，哎，不要不要，拜托，你在那边耍猴戏啊？帮我吹！不要！情人节不要跟我讲这种话。什么啊？笑死你这个老司机！你看你带着什么方向？是你太污！是什么东西？你那边想上萝莉，我帮你吹、欸，哎，还是死哎、欸！讲这种话！救命！等一下，行了啦，我们去你！哎、欸，可是我们怎么没人来啊？谁知道啊？你叫女朋友帮我订阅哦，按赞，他们都没在玩。每张碗也可以按啦、啊，就跟你又不是植物人，你为什么要捐发票？意思是一样的吗？哇，你这是什么神比喻啊？什么叫你？哇，你要下地狱了！啊！救命救命！好、哦，你不要这样嘛！你真的不要这样哦！第三次了！我这个人站在路中间打字的，我要检举他喽！敲这个奎伦就跟敲雷比一样 easy 呀、啊！烦死！你不是教我好不好？可以当主播真好，像我这种讲话超人呆的，没有办法。22啦，22多。你那么小、哦？阿旺，你有多老啊？天哪、啊！不是，我一开始都以为大家很小，是后来才发现有那种30几岁还在当选手的，我才开始知道说，原来有一些人混在里面。哎，大家都听到了、哦，那个 BB 正在开台哦，你们可以去留言一下。那刚 Levi 嘴炮哦，我没有啦。啊，那个30几岁的，啊，不就一个而已。好像很多个哇。看他刚刚这个勇真的够鸡掰，他刚刚一直叫我撤退，然后现在又叫我集合。你看他要撤退了，到底想怎样？撤退什么啦？你就回嘛，我帮你卡嘛。Levi 嘴炮外流影片。而且你刚刚那句，一大把年纪还在这边，我记得那个 B 什么 V 的，好像也在 FB 开台，我觉得，对，我就卡在最尴尬的年纪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年轻，也没有他那么成熟稳重。果然是主播会讲话、哦。这个真的是该死的。等一下就实况从5楼跳下去。小我对不起社会大众。哎、欸，对，那种想知道答案吗？小编已经 inbox 你哦，快去。啊，滑到萤幕是怎样？你说就是我会不小心推到萤幕，然后没有把大放出去。我超容易这样，玩艾特很容易这样。
这个跟智商可能是没有关系。你现在是在对长辈不敬吗？你要这样讲啊，我也是可以尊敬你啦，好不好？哇，没追你自己。打不打得赢啊？可以啦，我谁？才怪嘞！我一直都只觉得能到哪里就到哪里。一堆人问我说：“为什么不爬 S？ 谁敢爬 S？ 我没那个屁股，我就不会坐那个椅子。”好可怜哦，没屁股，哈哈。干坏了。还有国小生吵架，吵不赢就直接用什么物理手段？播报一下，播报一下，这个书。biu。走。哎呦。你屁啦！你播报的时候在那边给我 biu， 你没有被骂死才怪。没有吧？哎。带一些音效嘛，所以就说来各位看这波团战那个书 ，biu 这样吗？屁耶、欸！可以啦，真的吗？欸、俏皮啊！我学起来了，音效大师哦，杜比音效、瑞比音效哦，可以哦，杜比音效，有说有笑哦，可以哦。不要劝你不要吵吵闹闹哦，我要保你了。我靠！什么啦？你怎么鬼抢死了？经典竞技或三人对决，用战士或刺客。啊，我们换换口味啊啊！那个玩一下经典竞技，一局一局。哎、欸，我60等了。来帮忙解一下嘛！你怎么那么小气啊？我也想要解啊，奇怪。我要北村，北村就不会背叛我。北村是不是想骂我？为什么？你看一下。你看，可是你有点。对，我拉一下裙子。丑男，讲话好讲哦。我在你屁股后面，我在你屁股后面，我守护你的屁股。嗯，好，没问题。嗯，还在绕你的屁股，我有看到。可以，不用绕，不用绕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够了，够了。不行啊，你看，我就说要绕吧。哇，你这个说咦，有不帅的。恋爱了，快跑啊！要死了啦，等一下那个勇就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来了。啊，可以，看来不需要我了。打得漂亮，哇、哦哦，好像要我、欸，需要，运到他了。每次看着我的台就笑得很开心，我是蛮技术的吧，不要这样，大家不要听他在那边。哎、欸，奈喜利，哎、欸，竟然是我哎、欸，凯瑞两个，Carry， 哇，一个 support， 哇，他也是个姐啊。喂！我真的笑死！五零六哎，我十一个助攻，干嘛？中一台，干嘛？谁知道你为什么伤害都不打好打满？你很讨厌耶！呀，哦，当，碰到，有碰到，给我跟哦！啊，自己跟的、啊，拜拜了。跟哦。没伤害的，打好了。哦，你在那边，哦，你给我过来看打都可以，吃肉。你以为我在照顾团队经济好不好？你们这些爱打架的，有没有？就你在那边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剩下一格血，你的大家都有看到。不要污蔑哦，滴血。啊，谁叫你要把大家？谁叫你要抢架男？谁敢这样说？都怪你，顽皮仔。从刚刚那场，我已经不想玩了。我觉得射手，不像射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杀不到人。我在扛，有了，我死了。你可以守吗？好困难哦。对啊，这继续感觉就要死了。哈哈哈！一下我就快掉了。什么？输了怎么顺？你是不是要快掉下去了？对呀、啊，我就一直在那边徘徊哦。哎呀，有人很不合群哦，那个懒懒的那个。怎样？啊，我上去戳人才过分吧？对啊。哇，好帅哦！哇，跳舞。好了，没变。哦。你上去给他暴打一顿，然后我就把他暴打一顿，然后就叭叭叭叭叭杀他。你当他棒槌是不是？应该是吧。我操！嗯，换一个还有点不太知道下哪里。啊！救命啊！没事啊，你傻逼要干嘛？啊！你呢？
睡觉。啦啦啦啦啦，睡觉。睡觉耶！我还要再开一个小时。对，你要开一个小时。我要开三个小时啊。开心，下班。晚安，晚安，再找你们玩。晚安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总算回到原位了。大家拜拜。